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回来！你这两天到哪里去了？电话也打不通，发你消息，消息也不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，我错了。来，这是我给你的厦门特产。这差不多。你变脸可真快呀！今天就随便吃一点吧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